你放心不下，也是苍白的你。Adios, amigo, I love you. 咱拄仔献到思乡歌，首歌《悲伤诗》。老夫人呐、啊，老夫人呐、啊，咱少爷已经昏昏死死去了。啊，但是什么代志？我今仔日唔食一个活跳跳尔，啊都吼，啊都迄天啦，去迄隔壁庄的吼，去拄到迄个水果娘啊，啊水果娘是啥物人？听伊讲叫做林志玲啊。哎呦，媒人婆啊，紧哦紧哦，咱就紧甲迄隔壁庄迄个林志玲哦，甲伊带转来。哎呦，啊真正就甲伊带转来。啊，即马病伤死经无啊，啊嘛过着真欢喜，佮结婚生囝。到底美丽又够有什么故事要来讲呢？走在异国的街道上，想起你，看见发光的霓虹，也想起了你，想起的是红着眼的你，放心不下，也是爱哭的你。想阿基，干嘛吃好吃哩嘛？想阿头弟，大伯来娶了阿哩嘛？娶细阿哩都哎呦喂，细伊那娶了人，人爱个哎呦喂。杀来大伯阿里都伤啊，可怜阿里都哎呦喂，那细伊那唔通娶，那细伊那唔通娶较好。放心留给了你，那查某人较袂变心吼。你看，一个你伫美国，哦，啊，那个心老白啦。啊，人迄查甫人，啊，结婚都无偌久，啊，就细人唔通娶，大个人爱甲讲哦。细那娶了人，人爱个哎呦喂，放下来大无阿哩多想。哪里都哎呦喂，那细伊那唔通娶，哦，张琪你讲，好，谢谢。喂喂，啊你吼，今天你跟他杂菜面嘞，真的像个杂菜面一样的，一会儿是我们道地的那那台湾瓜谣吼，啊一会吼，啊个英格鲁斯啦。因为我们拿着麦克风给小乔好吗？来，因为这个不太好拿，对，好，那个把这个不好意思，哎，不会不会，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节目里好像就是所有全世界的民歌都唱遍了哈。对呀、啊，好像习惯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一语贯之，你不会觉得突兀哎，没讲怪怪的，看到哎，做进雄哎，安尼给穿落去对不？各位觉得哎，这款代志不是普通人会晓做的呢。我们是没办法的。刚才我不是普通人。哦，真正的。因为你想要知道不？我不知。因为吼，即马我若有一摆啊，在迄个表演里，伊就讲啊，小乔，啊你拢无，拢无要提起来。我讲，哎呀，提起来啦，提起来都无人帮我啦。不是哦，好拿起来。我无提起来无人帮我呢，啊无我一个伫咧讲啊，迄个洪小乔啊。就是你的标志嘛。对哦，所以呢，判谁？我紧，冇被说提起来。因为哈，人家说妻不如妾。窃不如偷，所以呢，有一点神秘感，是永远让我们去想象。你后面的意思说，偷嘛不如偷不着，
所以今天各位都偷不着，偷着了、yeah. 啊、有人从侧面多多少少、啊、侧面是 OK 的，对，阿伯都给哭到了，你给哭了吗？先算计的哦。所以小乔你知道，因为 你在电视上给人感觉就是说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，阿碧一间我这样不太清楚的那一种。对对，你平常下厨吗？我爸都叫我仙女。什么什么仙女？仙女，嘿啊，仙仙女叫仙女哦，仙女，仙女哦，真正唔知啊，闭几间，真正唔知哈。出席就是来唱乖，人家讲会唱歌不稀奇，又能够自弹，而且又能够谱曲，谢谢，又能够写词，真正在路，赞赞赞呐、啊！哎，真正欧罗加哎大姐，好。妈妈妈妈妈妈欢喜噶，你该看妈妈笑一个，你笑眯眯，你妈妈陪她来耶，哦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。我们要叫红妈妈啊、哦，对，这个年龄还这么对女儿，她刚刚跟我说什么？人家讲拉里头儿子都是怎么样？不是，她很喜欢听我的歌，自己的好，对不对？倒是我自己不怎么喜欢我自己的歌。没有 ，no no， 不是这样，不是，我也不是安尼讲话。妈妈跟我说，她说我们家小乔哦，现在的歌声哦，比以前还要美，还要动听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因为我胖了12公斤。你知道我以前几公斤吗？35。跟你一样。没有，我38。哦，他大我3公斤，所以我现在呢才46、47，已经胖了12公斤。哎呦，还好你胖了12公斤，不然今年台湾真的是平平安安的，世界各地天灾频传。我今天看到联合报就说，啊、哦，阿弥陀佛，对不起啊，我是有信仰，真是不求别的，保佑我们平平安安、国泰民安就好。那你看，光这样子你就胖了12公斤，如果再努力一点的话，要胖20公斤。是。那今天大家在那么优美优雅的这个自弹自唱的歌声中。在红小桥好厉害，这个桥搭到那个桥，那个桥搭到这个桥，那叫来叫去，我跟他紧张、但是问题这碗面吃的怎么样、哦、非常的高兴，谢谢，好棒哦，谢谢。那我想有一首歌你如果没有唱哈，让被棒你甩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什么歌？爱之旅。对呀、啊、他等嘛等去唱呢、啊、你等这一首，可是我为了写这首歌，所以我才能够回到台湾来。你在日本差点就被留住了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我那个时候他们日本人知道说有一个人很红很红，什么很红？他知道台湾有一个多才多艺、红到不行的洪小乔。对，那个时候在台湾还没有任何人去日本的时候，就把我找去了。哦，在找你。结果呢，他们就写了几首日本歌，说要让我唱，让你唱。啊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唱了没？哇，这歌呢就拍天啊！哦，不好听。真拍天，日本歌，我就说。伊就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这个歌星啊，你才塞汤啊，你吼，无你写一首来看，啊，我就想哈，你不知道，呛赌啊，嘿，那我就开始写，我就写了一首《爱之旅》，然后我就唱，结果他们就怎么说？他说，哎呀，很多你天才的给你干的，哎哎哎，他说你实在是天才，我们不敢，好，他就把那个合约撕掉，然后我就回到台湾，因为我没有要当歌手，我只想当一个作词作曲家。全能的艺人，对、哦，现在在早年真的是不多得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所有的就唱这首好朋友就听《爱之旅》，谢谢你，谢谢张姐。风吹着我，像流云一般，孤单的我也只好。去流浪，带着我心爱的吉他和一朵黄色的野菊花，我要到那很远的地方。
只好去流浪，带一份真挚的爱情和一朵红色的玫瑰花。我要到那很远的地方，一个不知名的地方。我要走那很远的路程，寻回我往日的梦。我看到我那金姐的呀，我那妈姐的呀。谢谢那个白头发的，他从云林来听我的唱歌。谢谢各位，今天能够让我有这样的表演的好机会。